记得钢铁人，掌声鼓励钢铁人。好，我们这个七年高中的同学啊，都能够掌握这个流行的动脉嘛，所以把这个最近的这个电影里面非常红的一个英雄，钢铁人呢、把他的这个电影主题曲呢，就完整的把它练下来哈、今晚呢呈现给大家。好，稍后呢可能会看到中破塞里面的那个老王出现。老王知道吗？就是吹那个伸缩喇叭的那个老王。感谢我们青年高中音乐科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钢铁人的主题曲哈、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这个。